我就说我在忙，我等一下会吃，你赶快睡觉。你那什么口气啊？我跟千羽关系，你还要看你脸色是怎样啊？这口气是不耐烦啊，每次都因为你工作不开心吵架。妈妈不是活该要受你在公司的气耶？妈，对不起了。 吹吹吹，有下班跟没下班一样。凡凡，吃饭了没？哦，还没，我还在忙。9点了，还不赶快吃饭？你等一下胃痛。我就说我在忙，我等一下会吃，你赶快睡觉。接打来干嘛？我要干嘛？你那什么口气啊？妈妈是在关心你哎。我知道啦，你不要一直念。如果你不要我一直念的话，那你就不要一直抱怨你自己没时间吃饭，然后又胃痛。你是不是知道妈妈很担心啊？ 好啦，我等一下会吃。焦凡，妈妈不是活该要受你在公司的气耶。你等一下打电话给妈妈说对不起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靠，也太脏了吧！你被朱姐定，你也不会这样霸凌客厅吧？干你屁事啊！ 所以你又在不爽什么？还不是那个 C D 不？一下叫改东，一下叫改 C 的，改完又说不喜欢，有完没完啊？你的爱人啊，职场不就这样吗？为你的薪水，你就忍耐一点了。真的很烦哎，啰嗦飞吗？又来了，你没在公司被朱姐定，大家就跟刺猬一样。我跟千羽关系，你还要看你脸色是怎样啊？莫名其妙，身上那么多刺。 小心没人爱啊！没人爱就没人爱啊！谁要你的关心？喂，小马，效益分析师好了没？啊，朱姐，我忙好，再给我半小时。还要半小时？啊，动作有够慢呢！搞一弄一弄传给我啦！好忙好忙。哎，你们老板也太过分了吧！ 现在都几点了？没办法，工作嘛。你要不要先吃饭？我还有一阵子哦。不要，我要陪你一起吃。林依婷，肚子饿就吃饭，要我讲几次啊？干嘛对我不耐烦啊？是你说很久没一起吃饭，我才来陪你的。 我没有不耐烦，是不想要你肚子饿。你这口气是不耐烦啊，每次都因为你工作不开心吵架，不想谈就算了，记得吃饭，拜拜。喂，哎。 闭嘴啊！烦死了！宝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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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啦，是我态度不好，不要生气了，妈。 对不起了，阿飞，要不要吃东西？都看到这了，还不快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！